OK， 荷兰的煎饼啊 ，Original， 这叫做高达，就是干蛋的意思啊。高达荷兰传统的糖浆煎饼，开吃，就是这样小小一包啊，就要160几片，2468，八片160，一片20块啊，哇哦！不愧是韩国来的，是荷兰来的啊！吓死人！让我们来看看它多大的魅力啊！啊，用这种比较粗的那种线，那种铁线，也不是铁线，铁片啊，不是铁片，就塑胶片加铜线之类的。哇，就这样子板子啊，那么帅啊！所以它是可以干饭的，它不是完全密封的。好，拿一块出来吃吃啊！哦，这边蛮好开的，它这边有侧面有做那个让你好撕开的一个设计，一只手也可以处理啊。那摸起来感觉上没什么特别的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软软的，感觉有一些糖浆在直接包在里面。这就是荷兰的感觉啊！不难吃，但也说不上好吃，可能要配茶吧。因为欧洲那边应该都是，这是属于配茶或咖啡的一个点心啊。单吃真的很怪，蛮容易腻的。它比较适合配茶或者是咖啡。看起来它是把糖浆夹在中间的，所以会有甜甜的感觉。但我看网路上说会爆甜，可是我觉得不至于到爆甜啊，可能就是半糖吧，半糖的饮料点半糖的那种口感。啊，这个不要每天吃啊，那感觉糖分有点高。我看一下，看起来。哦，11克的糖，一个煎饼11克的糖，好像还好了，还好。